欢迎收看不知道玩什么单元。Yeah. 今天就是我们新的单元，我叫做内裤侠，内裤。我叫凋零的长子，貂蝉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我们今天要玩我们的 Switch， 我们载了一个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，很厉害，名字叫刀神，刀神像刀剑神域的一剑圣。有进入吗？他现在是黑画面，是应该在读取中。很帅，后面那个还戴眼镜呢。哦，这个主画面看起来就蛮有质感的。画师是预算有言语。哎呦哎，繁中啊，对啦，就是这个嘛。哦天哪，这很古老哎，这画质啊，我觉得这个画质，哎，其实还不错啊。哎呦啊，抱歉，我突然撞到你了。还都是无啥好啊。哎呦，这个怎么有一个这么不符合这个？对啊，我有点卡关了。我们交给这个我们貂蝉，看一下，貂蝉蝉子是最厉害。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，所以应该不是在讲话吧？我觉得你一直在打他，哎，不是，这个头打到他，头怎么了？我们就是想一大堆，就是要要输入名字，叫什么？也不知道哎，566，他这是不随便啊？566，你讲的好像跟没有看过一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哎呦，秒杀哎！阿才快看啊！这个野狗，哎呦，两斩！我去，哎，可以磕头吗？可以，我们哦，其实我们对，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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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上升五，他速度很慢，对啊，速度很慢，他应该会轰。金丝网还蛮容易的。哎，我掉东西啊，跟岩上比较不一样。磨刀石，这一箱是什么？啊，钱袋。钱啊，49。这个游戏也是很抠。对啊。还款。啊？贩卖机军呢？斗笠耶。我现在只有100块。买不起斗笠。哦，1000块，算了吧。这个游戏如果要几颗星？5颗星，你给几颗？3颗。好，那我2颗会不会太低？为什么只给2颗？这个游戏感觉重复性蛮高的。会不会可能是因为我们玩的时间偏短？也有可能。可是光前面这样我就已经没有办法。我觉得无感了，因为我觉得打架的东西太雷同了。啊，好，给2颗。嗯，你呢？1颗。给这么低呀、啊？不行了、啊，就前面一进来的时候也没有交代，交代不清楚，花很多时间，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乱，对啊，就都还没有走到后面，剧情才走一点点，我就已经差不多了。对，可能要看人吧，有的有些人会觉得好玩啊，就他喜欢这种形式，可能就刚好、嗯。慢慢玩，慢慢玩。今天这一款游戏推吗？不推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不知道玩什么单元，这款游戏叫刀神。刀神，这款游戏真的很神。很
期待我们下一集看有什么好玩的游戏。然后我们就下集见了，我是内裤侠，我是超人弹薯条，我们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